哇！我哋喺度做咩呢？喺部车度，就梗系晒太阳啦。但系点解我哋喺度车度晒太阳呢？因为我哋等紧洗车啊，天气好好啊，所以好多人洗车啊。因为听日咧，我哋要揸架车出去拍嘢啦，咁部车要上镜，所以就决定今日嚟洗车。咁你睇下我哋两个已经，喺喂隔篱嗰边位喂，拧个头嚟睇下。这个是我节目当中所讲的那只 raccoon 的，它已经揸车。But anyway， 我呢发现了好东西跟大家分享，就是这张，不是这张 petrol 的洗车卡，我相信很多朋友都识啦。但是它现在做的一个 promotion 呢是$55 plus tax， 跟着然后就再送一次咯，那就不限时候的。所以本身我们想着买那些 season pass 那些，但我真的觉得不值得。咁通常喺加拿大生活就會喺天，即係落雪天嘅時候，架車就唔邋遢啲嘅。但係一到咗落雪天之後就唔會咁邋遢啦。咁同埋喺原居地嘅時候，因為亞洲啲塵比較大，我真係一個星期最少洗兩次車嘅。同埋嚟到加拿大咧，我後來先至發現，原來呢種洗車真係有幾款嘅，其中一款就係而家就係咁咯。我哋坐喺架車度就等啦，跟住就係洗車嘅出邊啦。咁當然即係原居地都有啦，但係。如果你真的要洗车的内笼咁嚟计咧，咁就要另外，譬如剪都得。咁当然，另外有啲洗车嘅地方就可以做 car detailing 咁样样咯。好啦，而家轮到下一部车就到我哋洗啦。咁而家佢呢个 promotion 咧仲做紧嘅，不过我又真系未试过买啲洗车卡咯，就系试过输入个 password 咁咯，所以我哋又要试一下。这个了 wash and go， 就这样 tap 那个了，是啊，得了，我们专门升到那辆车啦，跟着又 tap 了啦， wash 啊，咁而家洗完车啦，干干净净、靓靓仔仔，因为听日车车要做主角，要上镜。咁其实有冇人呢？一路喺入边系咁吹，唔肯出嚟噶啦，呢个应该冇嘅。完。